过来看，因为雨落了伤过大哦，伫早起八点外，第一线省道上北317.5公里的路段，路边的红红树熊熊倒起去跌着两台轿车，一台是较严重，好佳哉车顶是拢无人哦。伫高雄嘛，因为雨伤过大，路面嘛出现窟窿，后来发现讲是水管破去，有十外户停水。台南也是一直在落大雨，在咧台一线上北317.5公里的所在，有几排红红木，其中一丛那就是因为落雨的关系，拖把送去，规丛全安尼倒去，跌到两台车，一台车道规个变形，啊，那另外一台车是小可凹落去。今天下雨才开车出来而已，啊，自愿倒霉，要怎样？警方到场实施交通管制，现场仅有两部自小客车，遭倒塌路数压毁。加在车顶拢无人，才无造成伤亡。警方已经通知道路维护单位去抢修。台南透早一直咧下大雨，林德区文化路嘛，甲粉板积水，即马水是已经渐渐啊退去。是淹那个，现在那台车子在走的那个那条直线这边又在淹水这样子。直线加速区，没错。啊，它淹多深？当时刚到轮胎一半啊。啊！那高雄主管马路车工好，造成60公分深的积水。警方接到通报了后，遂派人去现场，有封锁线，管制交通。另外，伫咧莲雅区的和平一路和五权街口，路面是有出现一米宽的凹坑，后来才发现是水管破去，紧派人去抢修。掏空事件起因由排水水管破裂造成路基掏空，早上已经由8点由排水清场进行开挖。最近一直在落大雨，中央气象署也提醒民众，就要注意等雷公、透强风，山区的部分要防止崩山、土石落落，地势较低的所在就要防止积水。啊，若驶车、骑车，嘛要特别注意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